有点经营婚姻中介公司，却隐瞒离婚事实。孟泰先生知道你用他的名字在外面招摇撞骗，这样对得起会员吗？我学你够了，我才是以前喜欢他，你根本到现在都还在喜欢他。不要再跟严飞联络。除了没有如实交代我现在的婚姻状态，我们对每一个会员都是尽心尽力。诈骗啊！快点钱吧！快点！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每周六晚间10点，恋爱是科学，贝朵娜粉钻评。